一切损失从你工资里头扣。中国荣耀与能者多锅，一直一个人因能力很强，所以被赋予的任务多，替人背黑锅的机会也很高。快要玩小莫老师的水果占卜，测你的能者多锅指数有多高吧。测验开始，请凭直觉选一个水果。选好了吗？来看解析。选励志的人，你很会推卸责任，工作能力又很差，通常都是别人替你背黑锅。能者多锅指数10%。选草莓的人，你觉得把工作分给其他人容易搞砸，所以都会自己独自处理大小事，有错自己承担就好。能者多锅指数40%。选香蕉的人，你的能力强，在团体中常是被依赖的头头，自然在上司面前要背的黑锅也多。能者多锅指数90%。选柠檬的人，你是个重视利益的人，对你有利的人，你会愿意替他背黑锅，导致常常吃客户的闷亏。能者多锅指数70%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